안녕하세요. 저는 백도둑의 정글러 리버 김동우라고 합니다. R7 경기에서 졌는데 아직도 저는 충분히 다른 팀도 다 이길 수 있다 생각해서 오늘 돌아가서 준비를 다시 잘 해오면 충분히 다른 팀을 이길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이제 첫 경기 때 너무 이제 말도 없고 실수가 너무 많았어가지고 첫 경기 끝나고 좀 뭐라 했었는데 그 뒤로도 이제 계속 좀 긴장한 게 보이더라고요. 솔직히 쉽게 이길 거라 생각을 했는데 확실히 이게 잘하더라고요, 상대도. Let's go! Flip the game! Alright, Solar Flare starts us off 100 thieves don't have their jungler though. Wait, Dakta, you're a genius! No jungler here, but they find the fight and they find lines in the mitigation process. 100 thieves walking towards the Baron. They just want to take it though, R7. They want to win the game, but for Baron, they might lose it all! Summer's gonna go down. The Baron over to Odie, but no one's alive to take it. The classic Baron for Nexus. 에비 선수랑 이제 오랜만에 국제대회에서 만나게 돼서 기대가 되는 것 같아요. 에비 선수 이제 만나게 돼서 이제 오랜만에 봐서 좋은데 이제 집에 갈 시간인 것 같아서 다음 경기가 마지막 경기가 아닐 거니까 걱정 안 하셔도 될 것 같습니다. 那左边就看 SG 要不要直接亮下路了，跟着亮。 哎呦，出招了！这是什么？辛朵拉加猪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呦，最后一把了，这把输了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把了。辛朵拉出招啦！LGC LGO法王 不留遗憾了，辛朵拉 双球对着打，这两个我自己觉得啊，就看操作跟走位了。两边手是差不多长的嘛？对。 差不多长，这输出谁打？我帮他打一点，也不够啊。看辛朵拉能不能再多运一个球吧。对面那个他妈拿过来运，还是加上你，我们两个一起帮他们打，好像也不够呢。我感觉我是上去当球的呢，老三。好，那我们两个上去当球啊。那辛朵拉可以有七八颗球。 我是猪女，这里直接倒过来gank，但中路状态很差、啊，已经要被 A 到残了。这里 dash 可能得按闪了，再一下普攻就杀了。没办法，我还要 gank 哦。知道辛朵拉没闪了，球女是有闪的，能杀哎、欸，来了，这样就不好杀了。闪现直接练 ，dash 没闪，把两个人推走，这样就不好杀了，让他多走了两步。Q 闪 ，Tomo 交闪，那这波选择把布朗姆顶回来 ，Forest 跟上伤害，这里。 布朗姆进拿头守不住伤害，点燃挂他身上，手杀被 Marble 拿到手，出去吃兵了。对，压力太大了。边线他也不太能去，边线的话，转出来这边 River 是有盾的，但另外一边有冰剑命中在了 Abby 身上，牛顺在侧边有蛮牛之力晕倒，不过点燃挂在 River 上伤害也不是很足够 ，Abby 最后交大绝跟闪现，再一个卷地，但是没有保住自己的命的，至于回头的冰河裂隙再敲几对方两个人，猪女也被留住了，亏的马上走到自己的野区来做支援，人头给在球女身上。 Sniper 已经久等了，很想要顶这个球女，很想要找机会来了 ，Avi 推到吗？没推到，钻出来 ，Quid 直接交闪，不给 Avi 翻的机会。可以，但是这个球女有水星血，说实话不好杀。选择回头去顶 River， 那线练到之后 ，Forest 也选择往后拉掉了。我选择把河道视野踩回来了 ，Avi 也在中路线来支援。 一定要不要W一下，四打四，球女直接卷卷打对方两个人。牛酸有大绝，但正面 Marble 已经被秒杀了。回头再顶 ，Quid 也没有受到威胁，闪现再跟打球果，把 Forest 给顶回来了。回头甩流去了，但 Tomo 是有闪的。那 Sniper 最后发疯了，闪现要再杀，被牛给顶回塔下，但鳄鱼是有大绝，开完君临天下，反而是 Visa 倒地了。Abby 的大绝最后想换人头，有还可以，给到Dash身上，再来一个，再挖一个，想留布朗姆，最后黑暗星体没有中，再一个虚弱溃散，让 Dash 拿了 Double Kill。 啊 ，River 拿完虫，这波应该是点到为止了。Quid打得很稳了，每个草丛都去确认。100T已经在动御使者了。辛朵拉是先优先靠过来的，致命伏笔定到 ，Marble 选择直接架狙，这边把布兰姆给顶回来了。两个TP同时下来，有艾希的拼接，但没有中，呼啸而过，反而是 Ayla 先倒了。但恐惧到了辛朵拉 ，Dash 也倒了，少了 Dash， 老话一句，没有伤害。艾希疯魔弹输出，鳄鱼进去，万脚一通，跟老三刚刚讲的，直接拿来用。 那你学的很快呢，都被你学去了。那我说了，我照做了。那你说的都对。再卷，Tomo这波没闪了，被卷起来，再加致命伏笔，给了一波机会。
回头想穿出射击换，但没换掉 ，Visa 再把鳄鱼给顶走，但 Abby 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有地道想挖的球也还在追，再一个 W 缓速到，但差了一点，闪现跟 QW Quid 操作到了，有哎，这还满头大汗，又是夜曲 combo 转到人，没有配到球女，但光是夜曲一个人 River 就切掉了 Dasher， 没办法，没闪的辛朵拉被当肉在切 ，Forest 另外一边也是一块肉，被鳄鱼给黏住了，再卷一圈，大切八块。中野都倒了，而且野区看见 Visa 也被抓了，又送一个，这是送牛肉，乱搅一通，和牛三分。是的，他是补最暴力的装备。哇，他不是出影业，野区蹲点直接撞的是鳄鱼，再敲起来，伤害够吗？布雷姆帮忙举盾，直接挡住所有伤害。球女加月曲康姆直接卷，但好像没卷到，没卷到，没卷到，但伤害还是足够，直接单切掉了对方后排的辛朵拉，少了这个辛朵拉，这个前排的亚历斯塔也是一块牛肉。Tomo 追着在 A， 让 Raven 拿了一波 double， 侧边 Abby 下抓 Quick， 他完全没有伤害。球女一下一下再点，回头再运球，在龙坑当中又被 Cyber 给留住。鳄鱼打雷克萨完全打不过，人头给到 Quick 的身上。个实力啊，然后另一部分是 R7 真的很强啊， R7 真的那他们真的是很有操作的队伍，是大家小看他们了。其实是我看完就觉得这队挺有料的。Abby 经典绕后，先看一下顶的是 River， 侧边 Visa 被恐惧先把线给切断，侧边顶到对方两个人，球女倒地了，拿到这个球，而且是 Dash 拿到这个钱的机会了，回头大拳再斩一个 Ella 也倒了，头目有闪闪出去了，先抓的是 Forest。两个人在追 ，River 跟 Tomo 疯狂在 A，Force 倒地扛不住这个伤害，但 Abby 是可以再挖地道的，准备再抓一个。没闪现吃到这个冰剑，脸上夜曲在关灯，回头直接飞的是辛朵拉 ，River 伤害非常高，一个人再打两个，虚弱困难其实推到。飞塔选择 Q 闪想顶对方，但 Dash 扛不住这个伤害了，回头的黑暗心理只能劝退 Sniper 而已。一百 T 三个人感觉不能再追了 ，Marble 这时候满血走出来 ，W 再 Q， 顶到对方的鳄鱼，黑暗心理中了之后 ，Sniper 还是有状态，开狙加了华丽谢幕，但 River 先举了这个盾挡住伤害嘛，推到被他推到第四发也中了 ，Shut down， 给到 Marble 身上，有哎、欸，又是一个 TP， 又来一个，这是 Quid 的，他有闪，又是关灯加球女 combo 卷到，但是根本操作不了，人头被 Ella 拿到，牛交大绝，但是 Quid 马上跟上，艾希也点到底了。这里用自己的 W 去做位移，但挡不住 River 的伤害，一瞬间中府人间蒸发、哎。这夜曲一响，双手放开啊，直接离开键盘，高空弹跳等教练操作不了啊，教练。那这一波准的主动来逼这个巴龙了，三打五，定到人 ，Abby 没伤害，鳄鱼选择把人给留住 ，Ella 这时候架起自己的雄心重盾 ，Abby 选择挖地道往后逃跑，拉扯拉扯。看不到巴龙的血量哦，开狙一半左右，三个人闪现直接切，但是被 Abby 给顶住了。朱米又做 hyper 脚一通，史诗巨鳄完全不怕对方，转到 Marble 脸上，再一个大切八块，直接切掉对方的 AD。Abby 最后挖地道走，但自己的队友躺在地板上了。Dash 刚 TP 回来，巴龙已经掉了，粘在三个人脸上的。对啊，然后鳄鱼进来也可以直接给他挂印记白晕住。哇 ，Marble 完全没伤害，这把第二件装又是出火炮的 ，Cyper 完全不怕 Abby。巴龙时间一分半，哇 ，Abby 守着守着没状态了，帮自己补了一口，但只能回温泉回补了。上路的高地又是一波 combo 来了，躲不掉，人没了。就跟你说 ，Dash 到底能怎么办 ？River 在举盾，侧边则是让 Quid 已经拿了一波 double 了，往前再做追击，这里有冰河裂隙在缓速到 Abby 动不了，挖地道，但只能回到温泉当中。这个 Marble 的致命伏笔也没有中，回头架华丽谢幕。但都是满血，根本没伤害啊！第四发最后打在艾希，根本没扣血。TP 来到正面，这个系列赛准备要被100 T 给收下了。闪现的 WQ 再顶到两个人，但没伤害，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没有伤害啊！我帮他补一点，再来一点，还有没有伤害？老三有、啊、完全没有伤害、啊。我补啦，我是旁边那只小兵，有看到吗？五个人全部都在。我现在快死了。黑了，举完雄心重盾。珠宝双塔都已经爆掉了 ，SHG 这时候才刚从家里走出来回补，哎、欸，有机会，但三兵已经出局了，哎、欸，能收割能收割，先收一个 River 交闪，往后做拉扯，艾希这时候疯狂再输出，一到底 ，Abby 就是用大绝换到对方的夜曲，有球女 TP 过来，但中路有一个 TP 球女，亏的是不要点珠宝，他想来杀人 ，Q 接 W 雷霆风暴炸死对方的珠女，另外一边则是玩个花的大绝炸死艾希，但伤害还是不足，因为 Dash 已经回到温泉当中了。二打二的残局，但是疯狂的小兵在 A 这个主堡一百 T 的目标选择不跟对方做更多的争夺，而是要收下这个系列赛。回头 Visa 想 WQ， 但是被琼尼给卷了下来。
这个系列赛准备要被100T2-0收下，同时宣告着 SHG 已经从世界大赛当中淘汰了。